中泰美术馆以探寻人类本质为题，推出全新当代艺术展《人生而为人》。展览汇聚十一组国内外艺术家，分别从身体政治与禁锢、内在对话、群体关系的构筑以及不存在的存在四个子题切入，透过雕塑、摄影、录像、装置、绘画等多种当代艺术创作，重新诠释思考生而为人的意义。那内容是以人作为主题，那当然以人去思考人生在世，我们人处在一个不管人跟自己或人跟他者或人跟环境之间有错综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回到这个人的本质里面，那我们这个回到这个本质，我们如何透过艺术的诠释来看来思考人的这样各种面向，来思考这个生而为人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刚刚也特别提到说，我们这个展名特别以这个人的部首，生而为人，作为这样的一个展名的一个设计。好，那这个当然我们也是想去象征，就像我们在字典里面看到数百个以人作为部首的字所代表的种种跟人有相关不同的这样的含义，象征着人生际遇所造成的和组成的这个人所拥有的各种可能。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象跟思考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来去探讨生而为人我们应该如何自处，我们应该何以为人。展览中艺术家陈永贤摄影系列作品 CU 与斗室栖居，透过镜头语言诉说传统市场中的场域与人物的集体记忆，导引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空间的关系。这次展出的作品有两件哦，第一件是 CU， 那 CU 呢是一个很多人比一个 C 的一个 CU 的 U 的一个字形哦，那这主要是在新富市场东山嘴市市场哦，那这个市场呢是在1935年的时候，台北市政府第一代的这个环境卫生的一个公有的市场，那因为年久失修以及战乱的关系哦，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台北市有空袭，然后这些人呢。心里惦记的是有关这个建筑物的一个记忆的空间，所以这件作品是连接人的身体跟当时候的建筑的空间的形状哦，在这个 U 字形，他们比出一个 U 字形，那表示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经由梳理、经由迁徙，再度回到人的这个世界里面来。那第二件作品呢，主要是在讲在这个传统市场里面哦，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时间跟空间，那这些空间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这边耕耘了一辈子哦，那这个空间大概都是大约是一坪大的空间，非常的小小，那就透过 3D 扫描的方式，那进入它这个小小的空间，让大家可以看到说人生存在这个空间里面工作生活，怎么样在人空间时间交叠之下产生一个影像的一个连结，那这个影像连结呢，不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叙事，而且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一辈子，生命的一生的一个情况啊，非常的特别。那这些系列作品从2014年进驻，一直到2018年，花了很长的时间进驻蹲点，观察当地居民哦，他们的生活作息、劳动的工作的情形。所以那时候进驻呢，观察到这一系列，他慢慢的跟这些摊商。这个结交变成好朋友，慢慢走进他们的生活的状况，所以这也是一种所谓的参与式的创作，需要透过他们的身体的参与，透过他们的生命的参与，以及他们生活的一个参与的一个状况，才能够把这个作品做出来。艺术家狄杰生作品合群系列一二，以不锈钢球体装置创作，镜球上人像雕塑晃动与模糊的面容，如同人们摇摆的认知及情感，在与他人互动中不断变化。就是我合群系列，其实它不止一跟二，有它1、2、3、4、5，就是会持续的做一阵子。然后这个系列其实是透过一个群体的状态，去反映出我们社会中具有的某个潜藏的秩序。那在这个秩序体制底下，我们慢慢形塑我们自己，可能透过外部的力量去慢慢形塑我们可能潜在我们印象中可能某一种样貌、某一种身体的状态，然后透过这个群像的方式去试着凸显出潜藏在里面的某种结构体。就是一跟二这个系列的时候，那时候我想透过这种晃动的方式去
呈现出一种有点像是世界不是绕着我在运转的感觉，我在上面，人在上面有一种努力的平衡，跟他之间有一个竞争的感觉，然后同时又有一种很微妙的危险感平衡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直持续的进行，然后求彼此有这样运转的感觉。中泰美术馆“人生而为人”展览从4月22号起展出至7月30号，期间也将陆续推出讲座、专家导览、定时导览等多种展览系列活动，邀请您一同探寻“生而为人”的意义。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